啊，主席，各位委员哦，啊，我先讲一个莎士比亚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句哈，啊，这 Billy Abdul 讲无事忙呢。今仔日你看全国的媒体拢咧注意这个问题，咱这心中要开这个委员会，啊，要请苏奇来讲。结局，马英九已经下达最高指令。我头拄啊，甲李委员、李学长讲了，总统甲你下令，讲你即马立法院内第17。要禁止牛肉、牛内脏有带过的遐风险、高风险的遐买几百，恁的手法不能抵触跟美国的议定书，美国的议定书是通通可以完全开放进口呢，所以咱这是咧无用啥，无用骗老百姓嘛。咱即马过17要签的，嘛是要骗老百姓，到时签签的，啊大门袂使开，我来开一个小门，遐内脏。在古闹，遐内遐角落嘛是用一摆，所以我只要要打国语，要做些贴切，马要打朱雀，马要打苏启先生，跟你做一个提醒啦、啊。你不管是疫情，不管是经脉，不管是医药，所有牛肉湾的修法，阿加南美和美国是否要重新谈判？所有朱启会议，包括行政命令的这个修改，完全是你咧主持的，这点你一定爱台湾做一个承诺。绝对不会再欺骗老百姓，不会以老百姓的身体、生命、健康做赌注。